心灵守护者应该就在附近，做好准备的话我们就出发吧。你没事吧？我是来自阿希拉部落的尤兰，你们上回灵泉镇吗？我正好有事要找镇长，我们一起同行吧。这次的能量明显比上次充足。身体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吗？这个小姑娘可真关心你，我先走了，不打搅你们。不要紧，我没什么事。你好，我是马修，镇长在镇子里发现了一些异常，让我尽快找你们回去。我准备了几匹快马，不过这些马只接受实力强大的主人，你先选择一匹喜欢的吧。你好，镇长先生，我是镇长先生，我是阿希拉部落的尤兰。如今部落的圣物圣水石被紫夜会盗取，我正在四处追查。您知道紫夜会的消息吗？阿希拉部落的事情和你的情况，我都已有所了解。这里有一把副手武器，你先收下。感谢您赠予的武器。合理的使用武器可以极大的提高你的战斗能力。镇长先生，紫夜会是什么组织？那些信奉苏屠与迎接苏屠重返人间的狂热信徒们集结在一起，形成了一股隐秘而强大的势力。为了表来不及详细解释了，镇子这些天一直被紫夜会的侦察器监视着。快试试刚才的武，消灭这些紫夜侦察器。幸免，主人，我的使命到。夏丽，你怎么样？要小心你的身体。笨蛋，这个时候还说这些，坚持住，
我马上带你回镇子。我会努力变强的。我从未感受过这样的力量，九霄完全不属于这个世界。你是谁？我叫艾米莉亚，是弗洛伦斯医生叫我来帮忙的。抱歉，情况并不乐观，他的体内有一股奇怪，我曾经遇见过这样的情况，只要使用更强的力量源，就能将较弱的力量引导出去。镇子附近的小动物曾告诉过我，雷鸣神不论什么样的危险都不能阻止我救夏利。既然如此，我和你一同前往。我是塞诺斯，等一等，你是要去雷鸣神殿吗？太感谢了，塞诺斯大叔。雷鸣神殿就在这里，做好战斗准备吧。拿去救那个女孩吧。等等，你是谁？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你会知道的，我们马上就会再见。想知道一切的话，我在湾流城等你。这个是那个高阶构造体的核心，力量强大，他居然就这么轻易的给了你。如果我吸收了这个力量，预计可以恢复一成能量。这是拿来救夏利的，不能给你。哎呀，我明白，我明白。这事交给我吧，放心，夏利会没事的。拜托你了，弗洛伦斯医生。夏利应该很快就会醒来，你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。先躺床上休息一下吧。
克鲁是什么？我也不确定，子夜会将他召唤到这里，不论是为了什么，我都会阻止他们。灵泉镇的事情已经结束，明天我就会去湾流城继续追踪子夜会。请允许我与你同行。为什么？那道裂口出现时，我似乎听见了消灭苏图，或许这就是我的使命。我想要找到记忆，那个女孩，她是我们终会相见。我也和你一起去。夏丽，你的身体还好吗？没什么大事，我们是伙伴，就要一起行动，你可不能丢下我。既然这样，明天我们就一起出发吧。